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论语》的学习进入五轮的内容我们上一节课针对五轮的句子一起来学习五轮呢，对于修学相当重要我们引了印光祖师的教诲印祖强调了纵使像达摩祖师这样的祖师再来也都他的教化不会离开敦伦敬分还有求生净土等于是正修是念佛，助修不能忽略了敦伦敬分的。我们在伦常当中不能用真心不用真心就是轮回心，造轮回业了。师长老人家强调轮回心用什么修什么样的法都不能往生。所以我们要用真心来经营五轮。那我们要用真心我们才能随缘消旧业不再造新殃这个用错了心了这个新殃就是轮回心造轮回业了那个就又要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了所以我们学道要出离心很重要搞烦了不想再搞轮回了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身性愿呢持佛名号用这个佛号深深唤醒自己唤醒自己的真心那不只是念佛的时候念出真心来在五伦相处处事待人接物当中都要用真心这个念字念佛是精心心上真有佛真有真心我们首先认知到五伦即是大道我们才不会忽略了这个修学的重点那我们看到总纲当中首先指导我们修身要用孝悌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于父母生育养育我们对我们恩德所谓比天高比海深兄弟姐妹尤其哥哥姐姐在我们成长过程对我们有许多的爱护照顾栽培而且在人伦关系当中与我们相处最久的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了因为毕竟父亲大我们一辈父母大我们一辈孩子小我们一辈人伦亲属关系相处最久的就是兄弟姐妹了所以法昭禅师那一首诗
很发人深省啊，同气连枝各自荣啊。我们都连着父母的根，祖先的根，歇歇言语莫伤情，这是与我们一生相处最久的亲情关系了。财物轻怨何深，言语忍分自明，一回相见一回老。我以前出来分享这个的时候才三十出头啊，现在不一样，现在跟姐姐们相见，哇，那个白头发，哦，一片的，啊，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兄，所以，能为父母啊、兄弟姐妹做点事啊。这个内心啊还是会很踏实的。这些都是跟我们缘分最深的恩德最大的亲人。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兄。弟兄同居冷便安，莫因毫末起争端。眼前生子又兄弟了。留与儿孙做样子看。人伦当中啊，父慈子孝啊。父母长辈的慈爱表现在哪？时时啊要给晚辈后代好榜样看。这是真正有责任慈爱啊。而孝悌啊是有大用的。孟子说了，道在耳而求诸远，事在意而求诸难。这个话也提醒我们了，道不是离我们很远的，事情呢也没有想的那么复杂那么难。孟子讲，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哦，这个分析啊有味道了。因为家庭是社会国家的细胞，家庭好了，社会国家就安定了。啊，一个家里面啊，人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姐妹。有爱长辈啊，恭敬长辈，那这个家就安定了。孝悌为传家之本。所以这一句里面其实所点出来的也是大学之道啊。身修靠孝悌啊修身。而后家齐啊。因为不放犯上了。不犯上，家庭和乐了。哎，哇，这个讲到家庭和乐，还有音乐配合啊。不好犯上啊，就是家庭呢和和了啊，那更不可能作乱了，不可能造成社会动乱。这个就是进一步是治国了，所以有孝悌的本呢，能够达到家齐国治了。那我们还提到啊，曾子啊，他都是用伦常啊来自我关照啊，因为人无伦外之人呢。学无伦外之学，真学问在哪里看？在他的五伦关系里面，可以看到他的学问到哪了。荣德性情上的偏私，
便是一大学问了。啊，消得家庭内的嫌隙，便是一大经纶。我们看儒家，其实就是教我们，也是用真心呢。啊，在《中庸》里面，啊，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呢。啊，你治理国家团体，九个纲领啊。啊，那你这九个纲领要去落实好啊，要用三达德啊，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啊，这三者呢，其实又归为一啊。这个一是什么？诚呢？诚就是真心呢。哦，所以啊，我们化解家庭的啊这些冲突啊，或者是过去的过节呀，哎，怎么消得家庭内的嫌隙呀？啊，俗话说的，至诚感通啊。这个真诚的真心啊，要现前啊，像啊，有一位谬童啊，有位读书人呢，啊，他是老大啊，后来兄弟呀 啊弟弟们长大了。啊，娶妻呀、啊，成家了，就吵着要分家了，啊，这些弟媳妇啊，都提出来。哎，你看他当下呢，没有指责他们，我们可以想象啊，那这个哥哥啊，不知道照顾这个弟弟弟媳妇照顾了多久了，多少年了，啊，居然是他们都要提出来都要分家。啊，这个谬童啊，自己回到房里啊，就反思了。哎呀，我读了一辈子圣贤书啊，圣贤书就是指导我啊，身修家齐啊，国治啊，我既然一个家我都齐不了，结果自己呀、啊，惭愧呀、啊，自己赏自己耳光啊。当然，这是发自于自己的忏悔呀、啊。哦，那这个修养不简单。一个人的付出有放在心上啊，他不可能在遇到啊这个弟弟弟媳妇这种行为的时候啊，他还能够反省自己的。啊，一般的人遇到了。死没良心的啊，哇，可能不发脾气就已经很有修养了啊，他当下还反省，你看古人他的心地功夫啊，啊，我们一读这些故事啊，就感受到差距了。你看舜王啊，他这么孝顺呢，父母还要害他。他的心境提起来了，负罪隐特了，哎，还是我做的不够好啊！哎，哦，那种对父母啊，对父亲后母啊，那种如母之情，你看他父母对他做的行为，他还能够像婴儿一样爱慕父母啊，那代表什么？父母兄弟对他的恶啊，他完全不放在心上。哎，舜王这样的修养啊，
我们不止用在跟家人相处啊，还能用在跟一切人相处啊，啊，那这个是涵养了。其实这个也是挚爱了。啊，你把过失放在心上啊，就污染了自己纯净纯善的心了。所以只放恩德，只放别人的好，不放别人的不好。这个从儒家讲啊，佛家讲呢，礼敬诸佛啊，啊，我们一放别人的不好了，这个礼敬就打折扣了。哦，所以师长提到舜王啊，说了，啊，以舜王的行仪啊。是普贤行啊，哦，啊，但是呢，他的身份没有暴露啊，啊，我们何其有幸啊，有这样的古圣先王啊，给我们做样板，啊，所以不装父母之过，啊，同样的，这个妙童能在遇到这样的家庭情况，他并没有。抱怨指责，他反而还是很真诚忏悔自己。所以弟弟弟媳妇啊，看到这个情况，观察到了，啊，人还是有良心啊。其实我们在处理啊，家庭的问题啊，我们的心呢、啊？一定要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这样我们才真诚的起来。而有这样的一个信任，有这样的一个真诚，因为人跟人相处是交感的，我们有真诚才能唤醒对方的真诚嘛。我们有信任才能唤醒对方的善根嘛。我们体会体会，我们曾经有没有被全然的信任过？大家有没有遇到老师很信任你？那这个陈德遇过啊，小学一升五年级啊，我们导师啊，姚秀珍老师，啊，这个终身都不会忘记的啊！啊，我记得我学佛之后啊，拿了老和尚的一些书啊，请老师啊，在菜根香吃了一顿饭，哦，吃完呢，啊，这个。把这些书啊送给小学老师，啊，我老师就说了，啊，是不是今天开始要叫你师兄了啊？我说老师们不用不用，这个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老师就是老师。我们老师也挺幽默的哈，哦，他那时候啊，因为我不爱读书啊，都是20多名了。那四年级要升五年级了，我们是2年呢，一个老师嘛。刚好我母亲啊，也在我们学校。这个姚老师就问我母亲了，哎，这个孩子情况怎么样啊？我母亲说，嗯，成绩不怎么样啊，比较好面子。哦，我这个老师很厉害啊，他就听了这样子，好好好，好，然后开学第一天，啊，同学之间也不是太熟悉啊，我们老师说，哎，我提名啊，蔡礼旭做班长啊，你们还可以提名啊，继续提名，这同学也互相不认识啊，怎么提呀？后来我就顺利当了班长。班长在小孩的心里就等于成绩优秀了，哦，所以我老师不会吹灰之力啊，就把我推到
前三名去了啊，一般都是在第一还是第二了，很少到第三的了。哎，老师信任让我们做这个工作啊，人的潜力啊就会出来了。啊，我们有被信任过，啊，我们也有去信任他人，啊，啊，我第一年教书的时候，信任一个胖胖的，啊，这个小孩呀，啊，他本来都不笑的，啊，后来我发现呢，他的妈妈的脸跟他一模一样，都不笑的，哦，他骑着摩托车来，哎呀，那个感受，这个上行下效。太明显了，啊，所以诸位仁者啊，你们的孩子假如不怎么笑啊，不要怪他们，哦，可能这个不在复验件上啊，还得在原件上检查一下，嗯，啊，我很信任这个学生呢，啊，一直鼓励他，啊，所以他第一次考试啊，本来都是四五十分的。后来就第一次就考九十几了，我教的那一年他都没有退过九十分，这个人之初性本善呢，潜力很大的，所以我们古人留下来这些行仪啊，我们都要去体会他们的心境，这个改过有从事上改，有从理上改，有从心上改，学习啊，也有从事上学，有从理上学，也有从心上直接学的。你看禅宗那个就是直接以心传心的，哎，你看两个花，这个禅宗就传下去了。其实师生关系啊，都能相近于啊禅宗那个味道，哎，跟父母的心通了，跟老师的心啊也是通的，啊，大家有没有看过老和尚跟李炳老一起的照片？啊，你看师生当之间的惺惺相惜，啊，看李老送老和尚到火车站要出家了。哦，那一段呢，哦，这个很感人呢，哦，这个磁场射过来了，哦，我有点讲不出话来，哦，你看这个事情本身呢，都有一种场域啊，你能接触到感受到那个场域了，那个没有文字啊，但是已经啊跟我们的心啊产生一种共鸣了，就像我们曾经遇到一个同事的母亲啊，他是孔子的后代，他把这个十年姻缘呢看了30多遍了，后来在他眼前就浮现李老送老和尚的景象了，他还叙述给我们听呢，李老穿什么衣服啊？叙述出来，我听到这个公案的时候啊，我就想到，这个智者大师啊，念《法华经》啊，念的入定了，所以时空是假的，突破了，到灵鹫山听《法华经》，好像听了两品了。后来出来了，告诉大众，法华盛会还没有散呢。所以，我们跟自己的老师要是知音呢，知己呀，心是相通的，我们能以师智啊。为己知，就像颜回，
遇到荒地的危机，危机了，危难了，他最后一个回来的。孔子看到他太高兴了，哎呀，我以为你死了呢。颜回那一句话，夫子啊，你在回何敢死啊，那种心境啊，这完全知道老师的心，甚至是老师的志向，他也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配合，使命在哪。所以相信啊，这个三思书定礼乐作春秋啊，阐明义道，这里面都少不了颜回夫子的配合。你看要整理那么多的古籍啊，那要人手的。好，所以从心上学很重要。好，目贤当目其心。好。啊，最近啊刚好有同修问一些问题啊，比方说提到啊护念自己的父亲啊，我跟他交流啊，他哎呀我弟弟啊不信佛啊，姐姐妹妹什么什么情况啊啊。我说首先呢，你的心要定下来，不要着急啊，再来你要信任他们，你不要因为过去的一些事啊，哎呀他们不信啊，大家注意啊，我们这些念头啊都会影响自己的心态啊，用心如镜啊，镜是真心啊，今天我们还没面对亲戚朋友，或者面对的时候脑子里一大堆念头，一大堆以前的景象，那你我们想想我们能多真诚呢？我们以后要去跟亲戚朋友沟通的时候就要观想他是阿弥陀佛啊，你最欢喜哪一尊你就观哪一尊啊，见到他的时候呢也观他的脸，就是阿弥陀佛。那一天接到同修发来一个短视频，截了好几个老和尚的法相，然后呢每一个老和尚的法相啊，下一个镜头呢就结合阿弥陀佛，哎呦那脸好像啊，老和尚的那个笑容哦，都跟那个佛像很相应。其实人呢、他静下心来啊那个脸很祥和的时候啊都是很庄严的。我们这个都要在境界当中啊保持。从根本呢去解决问题啊，什么是根本呢？医报随着正报转，正报是我们的心呢。这一点很重要啊！我们今天不从自己的心去解决问题，就会在境界当中去着相了。去要求了，大家想一想，要求别人的心呢、是真心还是妄心啊？真心才能把境界越转越好啊！要求进一步还有对立的情绪啊，那怎么可能把这个家庭关系处理好呢？师长曾经有一个墨宝，是引啊《吕氏春秋》的一段话，写到啊，
凡事之本呢，必先自身呢，成其身则天下成，治其身则天下治，为天下者，不于天下与身。那师长引的这一句，首先是一个国君，他治理一个国家呢，他的重点不是在国家的这些事上，是在自己的修身、修心上面的。大家看看五千年的历史，有哪一个国君身修国家乱的？一个都没有了。在历史当中，有哪一个君王身不修然后国治了？也没有啊。所以治国如是，那我们治家亦如是，把心守好了，国都能治，怎么可能家不能治呢？所以我们看曾子这个三省吾身呢，都是在反思五伦关系。那修身修行，师长说两件事，知过改过，老人家讲的很简洁啊，很精辟啊，我们听这样的教诲啊，修行不会谈玄说妙啊，不会学高了，很踏实啊。其实知过改过啊，就是下格物的功夫了，格除物欲啊。好，那曾子这一段话我们是非常熟悉的，三省吾身呢。那我们要问问自己呢，我现在对自己念头有错误啊，这个观照力有没有更敏锐？我察觉一言一行的错误啊，有没有更快速了？还是都还察觉不到？一日不知非，就一日安于自是，一日无过可改，这一日无不可净了，那一天就空过了。所以这个三省吾身呢，我想是我们呢每一个修学的人一定要下的功夫。曾子给我们表演了，他传承道统的，他是宗圣的，而且他是身也鲁啊，他是比较鲁钝的，就是因为他会用功啊，他会抓老师的纲领啊，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啊，而且他是孝子啊，孔子把孝经传给他，他从根本修啊，而且他很懂得反省，懂得勇猛精进，这些心境我们都要学哦。能依能知几百知，能识能知几千知，人家一次会没关系，我一百次我还是会了，人家十次会了没关系，我顿一点，我一千次。能有这样的心境啊，果能此道矣啊，虽愚必明啊，虽弱必强啊，这个就可以突破我们的个性了。我们现在啊，根性啊，要比起这些圣贤人是远远不足的了。
我们假如再不效法他们的修学态度啊，那我们想要修学得力啊，不容易的。三省吾身，甚至于是在静缘当中，能够观心为要，心念有不对了，赶快阿弥陀佛要提起来了。在谈话过程，有把对方的过去的不好浮出脑袋了，阿弥陀佛要把它压下去了。感觉自己情绪已经有点快升上来了，阿弥陀佛要浮下去了，不怕念起呀，只怕觉迟啊，要这样来关照了。包含讲话的时候都要反观呢，心平不平静，心平气和啊，则能言呢，才能讲话。不要带着情绪说话，对自己对家人都不好。不恶过啊，已经带着情绪讲话了啊。提醒自己不恶过，下次不要这样了。好，那上一次我们还学习到啊，子夏啊，曰贤贤易色，是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治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所以真实的学问呢，在五伦的修养上了。这一句里面呢，就包含四个伦常。我们接下来会针对这几个伦常进一步再深入。我们再看一下总纲当中，在礼仁最后一句讲要170页，子游曰：“事君硕师入矣，朋友硕师疏矣。”这个硕应该是指太频繁了，太多了。我们看讲义当中呢，在第二段里说到了，君臣朋友啊，皆以道义结合，必须以礼节之。五伦当中，首先呢，同室，同一间房室。房子里面夫妇所以婚礼婚义里面提到了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政。那从夫妇关系延伸出父子兄弟，这三个伦常啊，都是血缘关系，亲属。从这三个关系呢，从家庭啊跨出入了社会，再延伸出另外两个五常关系来。那我们看父子关系延伸到学校啊，叫师父，到了以前古代当臣子了，那叫君臣关系，叫君父应该都是这个伦常延伸开来的。那家庭里面兄弟啊，到学校师兄弟，到社会各行各业，
跟着这个行业的师傅，哎，一起学习这门技能的，也都是师兄弟啊，从家庭的伦理呢，拉到整个社会了。但是从因缘当中啊，还是有不同，因为亲属关系啊，是一生的，它是血缘关系。君臣跟朋友呢，它不是血缘关系，它是道义的结合。哦，这个因缘上是有差异的哦。哎，好，这个我们可能学习大乘，一切男子是我父啊，一切女人是我母啊。可是《孝经》又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呀。这里面呢，主要的还是大乘佛法，它讲圆融的，但是圆融啊，没有妨碍次第呀，一般佛家讲叫行部啊，其实就是次第的意思，所以圆融不碍次第，次第不妨碍圆融。因为本身呢，缘分是有差异的。诸位仁者啊，今天你假如在马路上啊，你给一个人说：“哎呀，你是我过去的父亲啊，我请你吃顿饭吧。”哎，你看他会怎么样？除非他肚子很饿啊。你看人缘是有差异的，那可能就有人说了，那这个不是分别心了吗？这禅宗有一句话讲：“分别亦非义呀。”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随顺众生的执着而执着，自己本身不要有分别执着。就好像说，我们很清楚亲戚朋友跟我们的缘分有浅深，可是我们的心里啊，不去分别。哎呀，我这跟这个人亲得不得了，哎呀，我懒得理那个人，是吧？你要很敏锐，自己不能在境界当中增长了分别执着。哎，这个人跟我缘分浅，但我还是爱敬他。哎，多少缘，我好好经营。这个缘分慢慢结，慢慢结，说不定再过20年，这个缘就很好了，很深了，甚至于下辈子挺好啊。你看我们爬山，只要遇到对面有人来，我们一定对他笑，他假如呢看到你笑啊，他的嘴角也有点反应了。你就再加一个 "Good morning" 还是走赏啊？看情况啊。人不轻土轻嘛，人不轻这个言语轻嘛。你看我假如在马来西亚看到这个马来人走过来，好吧 ，"Selamat pagi" 人家铁定对我笑的，是吧？对。所以这个禅宗这个分别亦非亦啊，陈德觉得是很有味道。你很清楚啊，缘分有浅深，但你又不去分别这个浅深，你对深不贪爱，你对深是什么？掌握珍惜这个缘，
成就对方。其实这些都很练功夫的哦。为了对方好，而且你要增加智慧，不能增加情执。所以师长这一句，你会吗？哇，这个不简单的，会修行啊。你看，当父母的人面对自己的儿女，能够不产生控制要求啊，这样的父母啊，已经很不简单了。哦，也包含夫妻之间能够做到无求于对方，哇，那这个很可贵了，是吧？哇，这个先生把我生日忘记了，哎呀，他可能要两个礼拜没好日子过了。当然了，我们在境界当中啊，要常常提起三十七念说的，诸苦皆从贪欲起啊，烦恼从哪里来的？有贪求。你求不到了就苦了。我跟大家讲这个，大家一定要用中恕之道来体会啊，不然到时候你们家就要吵架了。你太太说你怎么都没 给我买个礼物啊，你说诸苦皆从贪欲起，那你们家就要打仗了。要宽以待人，严以律己，高标准要求自己，然后能够恒顺众生，体恤人心，不患人之不己知，人家不理解我们不难过，但患不知人也，要理解他人，恒顺众生重要哦。不能恒顺众生，别人生烦恼啊，自己也生烦恼了。所以在因缘当中，我们面对啊原生的父母啊、兄弟姐妹、家庭眷属，我们很尽力啊护持他们。尽我们的本分，你看社会大众，他看了欢喜啊，向你学习啊，你就带动他了。今天假如你这个父母家人呢不怎么关心，然后每天往道场跑，面对道场的人热情的不得了，你看你的邻居啊。他们看了之后，他们会接受吗？所以那个恒顺众生，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随顺众生的执着而执着，自己不要有分别执着。所以修行啊，面对境界要清楚啊，缘分浅深要清楚。会给大众什么影响，我们都要清楚。那亲人的缘跟君臣朋友还是有差异。所以这里点出来的，它是以道义结合。那必须以礼节之，用礼来节制。事君呢，三谏不从则去。你面对你的领导人，劝了三次，他不听从啊，那你可以离开。假如不去啊，则必招祸。那这个指国君。你劝的太多了，让他生气了，
恼羞成怒啊，有可能有危险的。好，那当然这个在我们这个时代啊，可能没那么严重。但是呢，这个分寸呢，还是要有的。而我们在五伦关系当中啊，我感觉有一个心态非常重要。就是啊，我们纯是为对方的心，这个叫道义哦。义者宜也啊，就应该的。我们现在这个动机啊，除了为对方好当中啊，可能会有夹杂一些目的啊，希望对方也对我好一点。因为呢，我们只要有夹杂了求了，哎，对方不能接受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带着情绪上来了。所以啊，纵使劝三次，领导不听，我们离开了，我们也不是带着情绪走的。可不要离开的时候啊，门甩得很大声哦。哎，那这个缘呢，后面就不好发展了。所谓交浅不可言深呢，绝交不出恶言。那举一反三呢，绝交不出恶言，绝交不要摔门，是吧？哎，这些都是人情事理哦。不懂人情，不懂事理啊，是书呆子哦，佛呆子哦，会坏事哦，会伤天害理哦。你看，交浅不可言深呢。啊，你今天这个新交的人朋友，不算很熟，你把你家里一些事儿都告诉人家了，到时候跟你关系变化了，把你家里可能你不希望外人知道了，人家给你在那讲，你就气得要死了，你甚至于都快心碎了，我待你这么好，你怎么还给我讲这些？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还是自己啊不够定啊，不够理智。那当然了，这个还是中恕之道啊。我们要求自己呢，朋友之间啊，密室相与啊，不相发怒。人家把家里啊一些比较隐秘的事情啊找你啊，给一些意见，找你商量，是对我们的信任，你不可以又拿去讲。而且朋友之间互相规劝，善相劝，德皆见，过不归，道两亏了。还有朋友之间要通财之意呀，他真正在比方说学问能力上需要你帮忙协助，或者在经济上，那当然呢，这些协助的过程呢也要有智慧啊。人没有智慧啊，帮人帮到最后呢，对方变成依赖，搞到最后还闹得不愉快，这个自己都要啊，生与死拿捏好分寸。大家有没有交过朋友啊？这个一交啊，他就一直黏着你啊。你一开始还 very enjoy 啊，后来哎呀，真是烦死了啊！最后骂人了啊，搞得
很不愉快，这个时候也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对方啊，自己的分寸呢，没有拿捏好了。我们看到，接下来就讲到朋友之交，的分寸了。这里是讲到啊，好，我们先把这个事君啊，刚刚跟大家提到，五伦关系要用真心，真则不变。我们今天可以勘验自己，我们曾经面对这个领导，我们对他的心有没有因为他对我们的态度，我们有变化呢？修行就是要做一个不变心的人了。五伦关系当中，他恶意对我，我对他的心不变，这练真心呢。假如他恶意对我，我就变了，那这个不是五伦的道义了，这个是什么？条件利害关系了。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不理你了。那假如我们劝谏国君不要超过三次，而这个劝谏呢，应该是比较重大的规劝，可能是方向问题的。你不能说我提醒我老板吃饭三次他不吃我就走了。应该不是这些小事情。可能一个团体一个国家大方向偏了，那这个时候离开也是什么？离开也是劝啊。那孔子离开鲁国，那这是不是劝呢？假如鲁国国君够有善根，这么样一个大圣人离开，可以把他叫醒过来了。所以留是对君王的忠，轴也是对君王的劝谏，也是在尽自己的力量啊，也是尽忠。师长有说啊，他不接受啊，改天他体会到了，他认识到错误了，他找你呢，欢欢喜喜回来帮忙。以前的事一个字都别提了，可不要一回来，你看，你就是不听我的吧？那可能明天又要请你走了。过去的事情啊，不要乱翻旧账啊。五伦关系里面都不能乱翻旧账哦。那当然这里还提到了，平时啊，亦须见之以时，不可繁琐，否则啊，必然招入。我们在劝领导者，还是要看时机点，也不能太频繁。论语当中有说到，士于君子有三千。大家手上啊，有没有这一本书啊？《群书治要》中修齐治平的智慧。我们在讲《论语》啊，其实也可以多啊，结合上面的教导，
像205页233句，这是《论语》的教诲。你侍奉君子啊，这侍奉领导者，容易犯三个过失。你犯了这三个过失啊，那你的劝谏呢，就反效果了。所以啊，五伦当中啊，都有劝谏的本分哦，对父母也是哦。从父之令，焉得为孝乎啊？敢问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啊？孔子说：“你讲的是什么话？是何言语？是何言语？你父母不对的时候，你要劝呐，不然不是陷父母于不义了吗？故当不义而正之啊！”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啊？所以五伦都有规劝的本分。那规劝呢，也要透过这些句子给我们的提醒啊，我们才能够越劝越得体，越纯熟啊。这三点是哪三点呢？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讲话的时机还没到啊，讲话当中啊，有一种无形的磁场，大家有没有用心去感受感受啊？你这个话在前段出好，还是中段出好，还是后段出好？你比较敏锐的时候是可以感觉到的。你假如一坐下来啊，亲戚朋友难得见面，一坐下来，我今天开门见山了啊，哇，那个气氛一下子比较紧张了啊。你假如一坐下来，喝茶喝茶，哇，这个是我哪个朋友送我的大红袍啊，挺香的啊，你看先泡个茶，那个气氛就不一样。所以中国的茶道啊，这个都有人情事理在里面的。首先你是做布施的，内财布施，哇，这么好几个工序啊，泡一杯热茶，香喷喷的给他喝，话还没讲啊，人家的心就比较软了，然后喝个两杯，最近你儿子怎么样啊？当然哈，这个不是话术啊，大家不要给我拿去硬背啊，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啊。我什么都没说啊，你们也什么都没听。意思是说，不是听在背这些话上，真正这个理当中的心境啊，我们真的体会到了。真的肯用这样的心呢，去对待他人呢，这个因地不争呢，果遭遇屈啊。现在好多课程都是什么说话的什么能力啊，这些培训呢，可是假如动机都是，我很会讲话了，我的业绩就越来越好了，我就能达到我什么目的了，那这样学习啊，哪怕口才变好了，但是这个心啊，可能会更不真诚。我记得我第一次在大学里演讲了，在民族大学，第一堂课讲完，有个大学生，因为我们不能开车进去，我们走路进去的，讲完课我们就要走出来了，哇，后面有一个人跑得好快，那脚步声我们听到了，我就停下来，
让他追上我们，他跑到我旁边还在喘呢，然后就对着我说：“蔡老师，你的口才真好啊！”我一听，哎呀，惊了一下，感受到什么？感受到我们年轻人现在把什么摆第一位啊？这些能才能，他很看重那个才能的学习口才。哎呀，我最起码里面应该范仲淹、林则徐都讲啦，都没有触动他，就是口才。所以学习的心呢，得要用对呀。这个学习的心境不对，可能会学偏离，偏离到正道去了。好，啊，所以刚刚讲到泡茶啊，调剂人情，发明事理，大家都感觉这个气氛很好，都能感觉到你为他设想，他感觉到了之后，你再跟他分析一些事啊，引导一些事，他就容易接受了。君子信而后谏嘛，有这个信任的基础了，才好劝嘛。你看古人这些话都是知所先后啊，则敬道矣啊。人的心越来越敏锐，这些道理啊，就体会的深。这个心敏锐了，也会在境界当中感受到那个无形的东西。所以电影里面达摩祖师说的，看那看不到的东西，听那听不到的声音，知那不知的事物，才是真理。后来看到稻盛和夫先生，他有几个治理企业的理念呢，我看到那几条很欢喜，说，有一种触动，看不到的比看得到的重要。你看一个家庭里面呢，钱看得到啊，但是家里的人和啊，它是肉眼看不到的，可是它存在。信任是看不到的，可是它存在。你看，竹石竹兵，民信之矣啊。这是治理一个国家哦，包含治理一个团体、家庭都一样啊。看，军队、食物都看得到，老百姓信任看不到，但它存在。这三个东西必不得已而去啊，先去哪个？孔子说去兵。再不得已呢，这两个要去一个去什么？去食。自古皆有食啊，民无信不立。你看古人这些话都在培养我们去看到肉眼看不到却是啊更重要的东西。不然呢，我们很容易慢慢慢慢的物化了。我们被物质啊给影响了，变得都把物质的东西啊摆在最重要了，摆在前面了。这个一物化了，这个家庭里面就只有物质了，没有精神了。大家去想象一下，一个家庭里面只重视物质，不重视精神、恩义、情义啊，你说这个家日子好不好过啊？那不就冷冰冰的了吗？
啊，那每个人衡量事情都是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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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以前好像听过这一首歌，哎，我们真的不能被物化了，我们是万物之灵嘞。我们是可以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啊！哎，要学孔颜之乐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啊！啊，贤哉回也！这个是味哪有法味浓啊？这世间物质的这种欲啊，它是一种刺激呀、啊，它不是真乐。你看稻盛和夫说的，制度很重要，可是啊，这个人心比制度还重要。啊，他没有否定制度，可是人一执着在制度啊，他就体恤不到团体人的心呢、啊，员工人的心呢、啊。哎，老祖宗说的情理法，你一下子就是把制度、把法摆第一位了，不讲情理了。哦，那这种氛围就很不一样了。哦，物质奖励重要，啊，可是精神的奖励啊更重要。才能。才能可以外现的，才能很重要，可是人品更重要。人品你得更深入观察，才观察得到啊。好，所以才德论呢重要了。好。啊，我们自己学习的状况啊。自己要清楚啊，啊，我们有没有把这些经教学入心呢？啊，还是学了之后看别人那就不妥了，或者学了之后啊，跟人家一吃饭茶余饭后啊，我可以来几句子曰子曰啊，人家一说哎呦你学问很好啊，啊，我们也很享受人家对我们的赞叹。现在有些人学习呀，是怕茶余饭后呢，自己没东西可以讲啊。有年轻人呢，他，哇，这个最新的社会什么消息他都要了解，啊，甚至于人家打什么电动玩具他也要打。为什么？他不行啊，我不会打了，人家跟人家没话讲了。哎，现在有很多青少年、年轻人的烦恼，哎，怕融不进朋友当中啊，结果也跟人家打电动玩具打到两三点，打通宵。孩子啊，要从小培养正气呀，培养是非善恶的判断。你没有把他扎好了，结果他去学校读书了，他怎么可能不受这种风气的影响？啊，他假如有扎了三根呢，他知道是非好丑了，他就不会在意这些了，他会想着有质有量有多稳啊，我要交这样的朋友啊。乐多闲有啊，乐结礼乐呀，啊，乐道人之善呐，他以这个为乐了，啊，他假如没有扎这些根基了，那现在社会都是享乐主义啊，那就很容易被拉过去喽。所以现在为什么解决问题很困难？因为我们没有剩余开始了。
当然亡羊补牢啊，犹未晚矣了。那这里提到了侍奉领导者啊，言未及之而言未之躁，时机点还没到，不要着急。跟人谈话得要练心地功夫啊，不能急。哦，我有观察，这个夫妻之间啊，我有时候会面对。这些同修他们是夫妻，我们一起谈话，我就可以感觉到他们夫妻有时候插一些话，时机都插得不对，都有点急，那一方急了，另一方就不舒服了，马上脸就变了，甚至于在我面前数落另一半，那当然我也不能马上制止他，但是等我上台之后，我必然不落痕迹提醒他。这个也要拿捏好了，提醒人家是要让人家自然升起反观，也不能一上台了哎呀就开始讲了，人家就很敏感了。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中恕之道，自己可以不要面子，可是要留面子给人家。所以这个是大忌啊，不要在人前呢批评自己的另一半，尤其是自己的丈夫啊，男人。阳刚啊比较好面子。大家犯了夫妻相处的大忌的话，前面的付出啊可能就大打折扣。第二呢，言之及之而不言谓之隐。话当说啊不说啊。那这个就有。对不起人啊，你该讲你没讲了，过不归到两亏了。我记得有时候大家讲好了怎么配合了，结果真正去讲的时候，某一个人该他讲了他讲不出来，卡在那里了。当然事后也别骂他。有时候他突然真的那个心突破不了也是人之常情，还是要宽以待人，没关系，再接再厉。为什么他没讲都没讲了，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还在那边用生气的语气讲话，于事无补。见人错事不指责，要协助。李炳南老师这三句话很有味道见人有善不嫉妒，要随喜。见人有恶不批评，要规劝或守默默兵。见人错事，事情已经发生了，这个是我们要有的理智，发生了就不要再讲一些对我们都没什么好处的话了，不指责，要协助。孔子说的，遂事不见，既往不咎。那等待啊，他的状况。可能你再提呀，他会汲取教训的那个时机点再说，都不要浮躁，你就能比较敏锐感觉话应该在什么时候讲比较妥帖了。
第三，未见颜色而言，谓之蛊。没有观察到领导者的神色就说话，那就是不懂言语的分寸，犹如盲人说话，不看对方，大为失礼啊。就像《弟子规》说的，见不入越复见，那个越字就是抓时机的，对方心情比较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再提醒，缘比较成熟。好，那我们看呢，下面提到了交友不同于世君。在关系上呢，还是有点差异啊。朋友是平辈的，那君臣关系啊，它还有个上下的因缘，来往繁琐啊，不至于入，不至于招祸，不至于入，但呢，我们太繁琐了，人家一生反感了，那必趋于疏离了。所以今天假如我们跟某个朋友联系，人家都不怎么回来，可能可以反思一下，是不是前面没有很好体恤人家，可能打电话去的时候，人家刚好吃饭呢，刚好在睡觉了，你在这些地方就会让人家感觉到不欢喜啊，不耐烦。哎，念念为他人想，落实在哪？落实在打电话前的考虑呀！落实在你每一个言语行为，你要出去以前，有没有为对方想？所以朋友之间呢，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呀！哇，像甜酒一样，很黏呢。君子淡以诚呢，因为是道义之交啊，不是要刻意啊，哇，讲很多好听话啦，哇，做很多功夫啊，然后达到自己目的啊，这不是这种交往，淡以诚。因为这个君子每天要尽的本分也不少哎，朋友真的有通个话了，互相鼓励，互相切磋，哎，又回到各自的本分去努力了，哎，这种朋友的情啊，越结越深了，而且一通电话了心这个频率啊都没有障碍。小人甘与坏，虽然甘就是哇关系很亲密啊，但是这个动机啊不纯，所谓以利交者，利尽而交疏，以势交者，你是为了他有地位有权势去交的，势亲而交绝。以色交者，花落而爱语啊！以道交者，天荒而地老那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夫妇之道。哎呀，这个夫妇之道啊，应该全世界内政部都要来提倡才行了，社会动乱，就从这里开始安定才行了。所以这个世间呢，
什么证照都有，啊，哎，这个会计师要会计证啊，这个你干哪一行啊，他要考证呢，啊，奇怪了，怎么结婚没有要求要考个？啊，这个当爸爸的考个爸爸证，当妈妈的，你看这个比。这个攸关社会安定与否啊，其实应该内政部应该，你没有上过这个夫妻相处的课，不能结婚啊，不然这个问题不能解决了啊。我们看看有没有有这样认知的父母官啊，从他的县市开始做实验，啊，哪怕是一个小镇都好，哎，我们从那开始做。那做出一个样板呢？哎，人家到这里来，哦，这个地方人心真的不一样啊！哎，才能呢，让人家相信呢，让人家肯往啊这个方向来努力了。那我们夫妇之道呢，有分成三大项。重德轻色，啊，贤贤易色嘛，那个易就是轻，重德行，啊，这个也是《诗经·关关雎鸠》之意啊。窈窕淑女啊，那个是指有德的女子啊。第二呢是祝夫承德，应该再加一句，领妻成道。不然就到时候女性要抗议的，都是要求我们，这个是我的叔父啊，大家以后讲话也要能顾及到这一点啊，哎，谈话的时候啊，不能偏男士，也不能偏女士啊，到时候人家会抗议的啊，两边都要兼顾到，啊，甚至于你还要判断啊，不是死背公式啊。比方说，你现在谈话的对象女士比较多，你需要多讲男士，啊，男士比较多，要多讲女士，好，你要应机而变，法无定法，好，还有学习夫妇之道啊，我们也选了好几个句子啊。我们下一节课啊再来交流啊。承德呢，就先就几个点啊，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呢，哎呀，不赶快建立这个观念呢，哇，这个社会风气啊，归二郎神管呢，力量很强啊，豺狼跟色狼啊。这个要告诉孩子啊，钱债好还呢，情债难还呢。哎，现在年轻人觉得啊，反正他现在对我很好啊，虽然他不是我想要结婚的对象，但他毕竟他现在对我很好。哎呦，你看这样的逻辑好不好啊？哎，你慢慢相处下来，那对方假如现身了，你到最后要分了，他肯吗？所以人这个对感情啊，还是要负责任的。好，那首先呢，这个婚姻它是要门当户对啊，它最重要的门当户对就是。不是物质啊，价值观、思想观念要相近，哇，那不然相处起来太难了。哎，自己痛苦啊，对方也痛苦。而不是结了就万事 OK 了啊，结了以后还要一起成长哎，这个见合同解很重要啊，所以黄念老。点出四个重点。
第一个，明白、明理，宁可跟明白人吵架，不跟糊涂人说话。第二，善良。第三呢，诚实。第四啊，正派，不会乱搞男女关系。就建立年轻人呢，对找对象的一些正确的认知。再来，这个要让他去体会什么才是爱。现在年轻人呢，他你没有引导过他，他那个爱呀，很容易就跑到情欲里面去了。对，那个情欲越重啊，越不可能为对方想。所以爱的感觉是温暖的，因为你替人家想啊，这当然温暖了。那爱的很痛苦啊，那个都有问题了。爱的言语是正直的。哎呀，女孩子也有一个罩门啊，喜欢男人逗她。哇，她很幽默，哎呀，她讲话很好玩啊，我很喜欢听她讲话。这样的男人呢，考虑事情不会太远。他只是想着逗你笑而已啊。你交往的对象他都没有提醒过你、护念过你、规劝过你啊，这个言语都是讨好你的，这不妥啊。这是我昨天处理一件事的一些领悟啊，还热着啊，赶快供养大家。我怕过了年呢，这个忘了一些了啊，趁热。爱的心地啊是无私的。爱的行为是成全的。你比方这个交往呢，这个有人提出来了，哎呀，我想回去看我父母啊。另外一半，哎呀，你陪我啦，这个就没有成全对方的孝心了。心地啊无私，行为是成全的。那一般他看不清楚什么是爱啊，到最后就互相牵绊来牵绊去的。好。我还有听到说，比方，他现在讲话我很喜欢听，他很幽默啊，逗我笑。然后他这个对我挺好，但是啊，他不是我结婚的对象，因为他呢责任感不够，但是说不定啊，说不定他以后啊责任感会好啊，哇，你看都寄望一个不可知的未来。其实这个在骗自己啊，也在骗对方啊。为什么？人他的发展离不开因果啊，因果在相续啊。所以今天你既然谈感情了，那是往婚姻的方向发展了。那你往这个方向发展，那你觉得他责任心不够，你应该带动他的责任心。他愿意往这个方向去提升的，那跟你的缘慢慢慢慢才能成熟啊。假如不是的，那你不可以去，好像是用他来满足你这些希望啊。而一个成年人要改变呢，你也只是他的一个助缘而已啊。自助者天助，自救者天救。他愿意改才行。
所以我曾经跟大众讲过，比方说，这个有人，要跟你谈对象了，你首先呢，要给他一本《弟子规》，或者给他一套光碟。现在没有光碟了，没什么人在用，给他一个链接，给了他了3天5天，1个礼拜2个礼拜，这个石沉大海了，那你就心里有数了，这些伦理道德跟他不相应，那你就逃过一劫了。不然呢？说坦白话呢，在劫难逃啊！那个，你过去生呢，有这个情债的，可能不止一个人啊。可是你有这个理智，有这个定力了，你可以把它转成法缘了，不会陷进去啊。这个承德还有点经验啊。这个说起来就长了啊。好，今天呢，时间已经到了，有机会再跟大家交流，这个最后祝大家新年吉祥啊，阖家平安啊，我们下次见面就过完年了啊，福慧增长啊，法喜充满，阿弥陀佛。